那怎么没有偷窃？哦，那个他小三的表弟吧。哎，你帮我电子档，照片呢？照片就是电子档，照片有。啊，电子的。他们用大的，用大的大的。那现在不是叫我，但是要你记得下来。晚上啊，大家晚上好。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大家互相打个招呼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今天还好啊，今天不会很多人，今天不会很多人，因为我们很晚才公告，我们下午四点多才公告。所以应该不会到太多人啦，因为毕竟很临时啊。你家，你不是买草莓吗？我中午要偷，要帮我洗开啊。你买吃草莓吗？直接拿回去。好，可是我黏住啊。可以啊。用啊，就带教练带就可以了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晚上好啊。进来先分享啊，先公开分享。我今天好啊，我今天我袂食着糖啊。好不？青椒，青椒酱，我无啥物酱。那个大粒的，经常大的对啊，经常大的。不是有白色的糖粉？经常大的啊。我没囤的，这个草莓真的很甜。在那个中正路，在你怎么都挑这种形状？你干嘛挑？干嘛不挑这个最碎的这个一颗的啊？等等等，看这个。不，一杯一杯，再外隔几撮。也经常过来粒的。这很像酷鸡了。这有两粒的啊，这两粒籽啦，安尼知啊？第三根手指头的，啊，四根手指头。吃我的手。这里。叫这个捏起来。叫手手，叫手手，他直接吃我的手。对的。这是差点的，为什么要挑这个？一根手，要挑个足奇怪的。很奇怪。这个是四根手指头。太小颗。太小还不行哦。不是很奇怪就可以哦。哦，这条足奇怪，这条足奇怪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新年快乐。谢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个很像是棒棒糖的，你看棒棒糖的形状。不给你。各位没有。我一直不会那个草莓超甜的。这个很屁股哦。鸡屁股。我要吃比你大颗的。等一下，到底要不要捞一下？我要吃比你大颗，一点小碎料吧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哎，你就吃啊。好香哦！
来干杯。这草莓真的很大颗哎，干杯。没有，要干草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要干草莓。你都吃下去，等一下要拍照呢。糖粉。哦，这粒好，这粒好，有比你较大粒无？来干杯！有我比你较大粒。干杯！那你给我，那里还有。来，我打。我打。一口。请不要碰到我的草莓，谢谢。那个吃过了。哎，原价是第一啊！哎，我吃了就发了。哦，所以今天好，但是第一个人吃的经验，粉丝前天买两蛋白，礼拜天那天，嗯，在那个中正路的邮局旁边在卖的，你的鞋子是还是？还卡链哎，穿着啦，剩下拿去放吗？放旁边。我手哦，这边还有三根手指头的，他说那个太小了，那个三根手指，你的草莓拿出来，三根手指头要不要给那个招？要问太子，你要给姐呢？你要给那个吃手手的吗？你要用这個，阿哥这边草莓，再哥哥的，阿哥哥的都加，是甜的了，就有草莓味了。哥哥还没有违和感，真的。反正本来就草莓棒棒糖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真正最爱吃草莓呢，吼！你记得你第一次在哪里吃的吗？你一个没记啊？因为那个熟练，我们喜欢。我知道，哎呀，那个手链很漂亮。哎，已经没记了。哎呀，你忘记第一次看到草莓？那时候粉丝拿一盒过去。要不要？那是你。他第一次看到草莓，要拿出来。他有草。要放旁边吗？先收起来，边放那边。哦，何家。YouTube 都是那个备用的影片啊，备用的影片。主要都 FB 直播啦，主要 FB 直播。对啊，用金黑足奇怪的形状吼，对啊，很奇怪。好食，真正好食，足甜的。好。我的小细鬼已上线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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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你的兴趣吃草莓啊，兴趣种灯花。可是我吃草莓，我还是记得你的故事啊。你最棒了。很多人都会说你的红包怎么许愿。我看你想收收的，哪收哪收，因为等下要给伊啊，紧的啦。我要跟你吃饼嘞。我等下要给伊啊，紧的。我第一个跟你比赛。你只有二十五只，剩25只之后我们要省着用。啊，如果你们以后要用，我们就去买。纸回来换，如果你下次来就说你要有有一个有了，好吗？就是它中间那个纸，如果我们有完整，也给它几张给我丢转了，破的不啦？你没收错了，你要留一些。你今天晚晚下次我就准备多一点。你要留，因为我们昨天是晚太晚了，11点半，我们还去拿呢。如果我自己都没抓到，你会的，你就不是说你很厉害，就代表你很骂咖。你真的很奇怪，真的。你叫他教你啊，看你。
我要跟你比赛。初三收金到几点哦？大概可能五六点左右，我们就不收人了，就把现场的人收完为止，后面来就没有了。他出了，他包给你红包啊。哦，小师公吹三杯咖喱茶饼哦。说话不来呢。对啊，他不想帮你拍照。对啊。他现在转位了，哇，操啊！你其实你会使，你会使烫下大姐的烧啊。对啊，夜市的那种捞鱼没错。金哥的茶茶歌，说不定他已经学会新的歌了，对不对？卡手较紧嘞，卡手较紧嘞，我要好伊啊！不是嘞，不是我安排的呢。来，快点，赶快做！对，是他。你没有啊？衣服现场还有没有先预留？有先预留起来。这么辛苦过年还在办事，当然啦、啊，因为他在服务众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等一下收完金才可以捞鱼啊，有工作才有奖励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长大了，他一定要工作，对不对？这次就要用五红旗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基本没有。要让你承担重任。要不要先倒盘啊？因为你盘啊都洗了。对对对，这次先用盘啊。无才我咧做诶做啊水，你搁无用，对无？下一次再换别的呗。这次就让你这样碰碰碰碰。过年走村，欢迎哦，欢迎来走村。哦、我们会蛮早开，安贵你用这早开嘛？安贵你这早就开门啊、哦，因为走村不能睡太晚。可是初三收金还是下午两点才开始哦，哦，不是透早开始哦。衣服有定了就不要现场拿，因为我会给你寄出去。哦，啊不，你就把订单取消掉，哦，取消掉，然后直接来现场买就好了。我们都会在，我们过年都会在，过年都会在，让大家走村啊！我们这有免费的春联可以拿。捞鱼会直播吗？会啊，一定会啊！直播给大家看捞鱼，嘿嘿嘿。大美女额头的疤，对啊，基本上看不清有啊啦，对啊，基本上看不太到。
晚上八点是怎个代志啊？我三个网络我没了啊呢。哦，今下个买买衫就是现场加加迄个邮寄安尼尔。哦，无啊，无网络的啊，因为我数量抓袂准啊。算你有检查到了啦，按说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他不是小问题，也没有很大，问题有找到了，要去治疗啊。你迄足侪吼，内底内脏器官没有感无感觉的。我们不能线上问事哦，不能线上，嘛无都私讯问啊。你私讯我也无太主也无看你的人，也不知道你是谁，安尼问代志哪会准？对，也无看的人要安怎问？这样问事很难准啊。啊，有也在线上，还是拢那个比较像算命的啦。哦，哎，有也看生辰八字去算流年运势的啦。哦，阿弯这是针对现况去问实际上的事情。那德先不要看。等下规划会做差。再开吗？看那个，现在有没有很多人哦？看一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大概十来个吧，大概十来个。对啊，要不解插头插来得插。我们不能过来捞鱼啦。现在你要来可以，可是你要愿意等哦，要愿意等。好，也可能会较久啦，哦，会较久。我在这里，我在等他。对啊，这物件拢爱现场问较会准啊，对啊，现场问比较准。初三都可以来，都可以来，哦，都可以来。我们是九龙太子，哦，九龙太子。小神医的钥匙圈放在客厅酒柜可以吗？哎呀，那坑哥没要紧啊，哎呀，坑德没要紧。哎，我这边等一下侯医啊，应该是要到整个收金结束了，好，结束才会求，结束才会来侯医啊。
我们在屏东的万丹啊、哦，万丹高屏大桥这边。哎、欸，哦，好啊。哎、欸，明小声无去的麦克啊，嘿，的麦克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来拜拜，现在可以过来。初三的没捞鱼啊，嘿，初三的没捞鱼，没哈搞捞的。去哪里捞鱼？相互公捞啊，我们把捞鱼搬来这里啊。现在来会等比较久了，不过是可以的。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现在都没小生意了，哦，做炸的无啊，哦，按小生意做炸的无啊。很多人的小生意都会突然不见了哈，因为当时因为小生意比较像护身符啦，所以为当时护身符若无去的时阵，就卖去捡啊，哦，就不要去捡了。哦，为当时伊是刚动一个刷一个结束，哦啊，因为有些人会回去捡啊，你捡完之后还要来庙里特别处理哦，还要来庙里快特别处理。因为像我家己小生意，我对第一半客到进。已经拿了五六年了，那种很细的中国绳，那种怪哦，多半嘛都没登起啊，对啊。可以啊，小生意可以去别的地方过香炉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啊，就是跟一般的护身符一样啦，跟一般的护身符感官艺术。啊。今天主要是因为有特别收金才开直播啦，不一般是没开啦，对啊，那如果大家等一下想看捞鱼，当然我们等一下特别开啊、哦、等一下特别开。好，我这边目前以我们相互宫来讲，我们自己这里的太子是会降价的，是目前只有我们宜昌啦，哈，只有这个九龙太子。哦，较早嘛是有按供，因为机芯也未找到，就目前还没有这样。这里现在有加特别加装了18赖哈，所以直播起来较紧。嗯，护身符，就是之前冯公有给一个护身符，还是太嫂另外给他一样的，你把它拿下来，他不加装了。今天到几点了？唔知，哦，唔知。拜拜，其实平常本来就都可以来啊，对啊。平常时，我用七点到九点，我姜子牛这边本身平常从周二到周四，我们姜子牛这里本来就会有受精问世了。可是太子的部分是没有，我们要特别预约才有，对，特别预约才有。阿湾太子平常的话，我们一般都要预约啦，一般都要预约。唔知哦，我们所有的文创商品都是以公告为主吼，你搞本我嘛唔知当时好，吼。啊，算讲物件好啊，当时开始卖我嘛是过来问过阿湾太子啊，哦，所以你现在问我，其实我也不晓得。对。哎呀！
手手洗手手。好不好？好了。嘿嘿嘿嘿。太松了。就好吃了。太松了。也熬了。应该要会卡吧。会啊，我们太子会喝草莓多多。这里本身就有开放灵修跟静坐，这次初三不用，我们公告上要不要预约都会打得很清楚，大家看以公告为主，因为您重复本粉专其实将有时候会延误到真的有问题要问的人，因为您有当时问的问题是我们公告上已经打得很详细，这样您重复问其实是同样意思，对啊，都以公告为主哈。哦，就是一直那个。哦，他如果要变深了，因为哈，大概我发现大家习惯性确认，哦，你别确认，就是以公告为主。因为你那一百来确认，我要回一百的私讯，安尼你拢爱等足久诶，所以你有当时刚刚粉专回的很慢，就是安尼，对啊。转头就走，都不要讲。但他走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我好像该回来。
但是机会过了怎么还有？有的时候你硬他也硬，他有时候软你又硬，你软换他硬。走，你们永远没有一个平衡点，你们一直没有把自己的状态维持在好的状态。就是这个想法怎么会有呢？他把你都讲准了哈。你今天心情好啊，吃草莓啊。都可以。啊？随便。调皮的笑容。父亲大人哦，其实我等跟我进前做代志，我有问过呢。不过吼，因为吼各个分龄不一样，老实讲，我等跟问是无结果的。我们以前有问过啊 ，YouTube 上有影片。有时候很爱哭啊，有可是他认真起来的时候是很认真的，对啊。先忍住，气完自己再去爬山，重点是没有决定。
处理好心情再来处理事情。为什么？我有跟他讲啊，他就说过年要叫我戴这个。你真的很传统哎、欸，戴红色口罩叫女生，戴粉红色叫女生。我是粉红系男孩哎、欸。快生日。心情不好可以来找他的神尊讲话，对不对？你最惨讲的。把你的口罩看好了，搁下数字，搁下数字。我知道，是我。只有你有啊。你要什么那个？好啊。我真的用了啦。平常时无咧帮人烤，对吧？用安尼啪。你不懂啊。你为什么不穿长裤？很热啊。啊、很热啊！薄体的短裤很恐怖。好，长裤比较体面啦。啊，不咧运动啊，对吧？真正无人相信我是粉红系男孩呢吼！哈哈哈！阿妈，你要问他，你问我呢？转过来，他们俩过来，是叫身体吗？不是，是身外之事。大帅哥什么时候会去不好的回忆县王宫那里？上次刚去呢。永猪牛怎么披头散发？这就是认真的女人。本来已经整理头毛啊，她有去把她的发型上面做一点调整啊，再过个几天就会变很美了。因为伊要搁有一场，伊搁要参加一场婚礼，伊即卖爱家家己保养甲足水个安尼。太子口罩无？即我足早甲问过啊。哦，阮太子啊无爱做口罩，惊做开伤侪人挂迄伫嘴顶，怪怪奇怪。新的太子是什么太子？到时候要等到他练习完，然后再去找出适合他的位置。所以现在也其实也不能确定，现在也不能确定。有时候是在出阵的搭配上才会知道，对，才会知道。永珠女好像心情不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啊，没有，问他
不会啊，不会，心情不好。你要不要带粉红色的？你带看看，姐姐很适合粉红色呢。姐姐说她带粉红色很可爱呢。伊无鼻仔，鼻仔足短。永祖牛看起来好累，对啊，这几天在忙那个包宅文呢，啊，包宅口包宅文呢。所以会比较多事情要处理啦，吼，还包文包宅口，然后还要处理一些寄货上的问题。啊，过年要到啊，对啊，为当时物件较无用啊，对啊。不过好险，最近就是在出证那方面的，是疫情的关系，很多出证都延期了啦，吼，都延期了啦，都往后延了。哦，啊，也是趁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啊，过年好好啊休困一下。为什么大帅哥没戴口罩？其他人因为其他人都戴了，没戴的就安全了。是不是？哦，啊，大家挂了，挂了也无挂，你就上安全的啊，对不？还得，看来一人无挂呢。啊，挂也无好食糖啊，糖爱突破伊个口罩呢，安尼口罩嘛无好啊，对不？宜昌的裤子好看，就这种裤子好看哦。我刚刚就歹看诶，不要太常生气哦。我就无介这种裤诶，这种裤下骹足宽诶，足奇怪。对啊，有人讲诶裤足好看。我以前最爱穿这件裤诶，看伊穿几啊天。有啊，我是讲好几个不同分开的店哦，好几处，可能较宽较好穿啊。他就是穿这种裤子啊，要不就是穿运动短、运动长裤安尼啊。你不要不耐烦呢，那你自己的东西呢？钱拿太少啊，无加钱啊。哪里贵、啊？人家说你会喜欢这种裤子吗？比他工长一点。穿较长的看下较顺了。足奇怪，我足无加种裤，人人。姐姐短一点，越短越好看。哎呀，你姐姐很喜欢穿很短的裙子。对啊，不行穿哦。粉专什么时候审核照片？我的粉专是有在审核的哦，吼，不是欧北方的去。尤其如果有分享一些买卖东西的直播，我们都会直接封锁。哦。他说。啊，有爷审核，不是刚刚我在审啊，有爷喜欢宜昌的审，对吧？看情况啊，看情况，我也不知道你发什么，所以我也不确定。
我们社团很欢迎大家分享交流东西啦，对啊。不过真的有些东西，如果会有比较争议性，玩的没好鬼啊，哦。我们太子受精问世只会在香湖宫，哦，啊，我们出去别间庙，我们也不会自己去安排行程去别间庙，哦，我们除了自己每年一度的进香，剩下的就是看有没有其他人聘请我们去哪里进香，哦，我们不会主动去别间庙，哦，我们较单纯，我们较无咧跟人有特别的宫庙上的交配这样，对对对。那相信来过我们香湖宫的也会知道，湾香湖宫的氛围是较无同的啦，对啊，就是让大家来不会觉得说哦，去私人宫庙感觉有点恐怖，哦，诶，有诶惊惊，像我去有诶啊，看有诶人私人庙有当时咧去拜拜，我蛮惊惊吼，啊，我们尽量都是在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路线啦，哦，希望营造出来是哦，大家来我们这里拜拜参拜哦，都会是。不会感到很害怕，好，哦，可以让大家很高兴，可以常常像大庙这样去走走看看，哦，走一些好的磁场这样，哦，那我们的正头也是啊，我们在走的方向一直都是希望以大众为主啦，哦，就是出去大家像我那上你不感觉太矮叫太抱歉或者很奇怪这样，哦，我们都是很开心大家来找我们拍照，哦，所以来我们上宫拜拜车一只开去拜不用停在门口口，哦，不用抱歉，哦，有时候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多的时候你也不用觉得说，哦，会不会很奇怪或者有点害怕，都不用抱歉不用怕，哦，因为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做参拜，啊，对啊，我们也是传承在我们香湖宫的精神里，跟我们大帅的个性都是这样，哦，热情好客，对对对，所以大家来，唔免拍摄。为当时工作人员无找你讲话时，我嘛为当时惊，主动找你讲话也会引起你们的不一样，较害怕跟陌生讲话。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说哦会哦会去甲你问讲哦你干嘛特别冲啊？我们只是询问一下，不要带你参拜这样。哦，啊，如果你们想要自己参拜，那也没有问题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哦，这就是我一直在行的方向，对啊。看一下，现在直播50分钟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先关播，等一下等到那个要捞鱼的时候再开直播，好，等一下要捞鱼再开的，手机先充电。好，那我们，欸，等会晚点见，好，等一下。捞鱼的时候再来开，拜拜。